不一样的拈花野草体验，释放生活中的乐与怒。英国巴哈伊斯38种花精心灵疗愈系统。Gorse 又叫荆豆，又有人叫它做金雀花的。咁呢个花呢是非常非常之有用，尤其是点啊？我哋处于一个环境里面或者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是感到很绝望、很沮丧，甚至到咧喺某个程度上咧，对人同埋事都觉得有灰心的感觉啦。呢一个花精咧系一个好好支持我哋嘅一个心灵疗愈嘅物质嚟嘅。咁如果我哋尤其是遇到譬如家人啦，喺唔理想嘅环境之下，而不停咁样咧，系喺疾病受住折磨咧，而久病在床啦，咁对于自己个身体个健康嚟讲咧，系已经好冇希望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花咧系俾我哋咧系一个好好支持嚟嘅，因为人咧基本上边咧，如果心智唔开心嘅话咧，系好大影响到咧我哋自己嗰个分泌嘅。